弹指不是根植于灵魂的仙术吗？我穿越小世界都能带着，区区幻境历练而已，为什么没起作用？不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根本没感受到系统和我的联系，就连青儿也召唤不出来了。第一个破关，不愧为无知爱徒。剑青，你这试炼未免也太简单了吧，无徒没费多少功夫就过了。第一关，人生八苦之本意，首先是看看诸生再次经历人生冷暖爱恨情仇时会如何选择，是就此沉沦，还是一心求佛？而在求佛之后，又会有种种诱惑袭来，使人游离于世俗与求佛之间，无法自拔。只有在最后一刻，还能坚定信念，一心向佛者，方可破关。你无上密宗之做法为以杀正道，但凡阻挠你们求佛念经者，格杀勿论，杀爱人，杀亲人，杀同僚，杀师父，杀遍天下，这固然能稳固求佛之心，但实乃邪道。邪道正道，能成阿罗汉便是好道，你们的佛法还是太狭隘了。哎，狭隘，太狭隘了。这无界笑得好猖狂。过早，既然第一关安排为人生八苦，那无上密宗第一个破关并不意外。不过以他们的秉性，难过第二关地狱八难也罢，还是多关心下自家弟子吧。今日论佛试炼实乃良缘，只可惜道运以为先天，寥寥小意境对他无效。道运失职自有机缘，续会长老无需叹息。全清方丈，贵徒世缘天资卓越，居然也难以破关。